怎么大家都在直播啊？这么勤奋？你有时间问我，不如算一下自己的直播时间。月底不当人系列，了解一下。一个月才45个小时，我应该没剩多少直播时间了吧？签合同的时候都几号了？而且瑞哥说，我这个月可以打折扣。这周3次5个小时，加上上一周25、30，我的天，我还剩32个小时啊！算明白了，欢迎来到地狱。先搬啊，搬什么好呢？我想一下。阿泰小号在对面。嗯。你搬个万年没人用的海房主干什么？我手滑了，搬错了。你就这心理素质？对面选清新灯，你选研磨，你没带脑子？选清机。哦。从我说阿泰到现在，一共7波兵线，28个兵，你漏了15个。我要是你队友，我就挂机。你别说了，我的兵现在是16个。补个兵就6级了，打野在来的路上，你慌什么？20年守护，一被打压就知道跑路是怎么回事？不看队友位置，只看自己经验条，又怎么回事？业余玩家水准，阿泰到底怎么你了？是杀了人还是怎么样？这么害怕他？你别叨叨了，我马上就要起飞了。敢这样和我们成功说话，老婆最厉害。6666666。瞧瞧你这出息，睁开你的猪眼，看一下对面哪里有阿泰。陆思成，你有病啊！你吓唬我干嘛？我还是怀念你在床上瑟瑟发抖，一句话都不敢说的样子。Cheers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这种话你们也信？你们再打问号，我就关直播了。把我的唇哥玷污了。哎。这位 ID 陆思成的小媳妇儿，我保证她还是你小相公，我才没有玷污她。但是至于她纯不纯洁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是没玷污她，你有本事你自己去问啊。怎么玷污？我腿都没她胳膊长，我怎么可能帮我一上工呢？真是，先给你们一包去污粉，泡1万年再说吧。嗨，早，早上好。无聊，开始训练。